大飛往天下，昨晚麻麻地瞓得着，十點半翻到屋企，沖完涼之後喺張床度咁揸住個 iPad 喺度睇新聞，重複重複重複，尋日胡錦濤發生緊咩事？咁今日正正式式同大家講，講二十大應該講三節至四節，而家已經閉幕啦，跟住一中全會。晏昼就见到七常委出现，咁十二点钟就知道名单噶啦。不但系我哋都要睇翻寻日发生咩事。呢件事系睇到习近平嘅性格，佢系一个枭雄嘅性格，可以用原即气做乜嘢都得。佢全票咁样完结呢个二十大。工作會議展望未來，零反對票，他要通過的事全部通過了。那我們講胡錦濤，為什麼要講胡錦濤？其實就是一個赤裸裸的事擺在你面前。當二十大剛剛開會的時候，有個鏡頭大家一定會記得的，就是習主席緊跟胡錦濤的後面，去到座位的時候，習主席同佢言笑晏晏，我當時都話啦，會唔會達成咗某種嘅協議呢？跟住拉開張凳，胡錦濤好舒適咁樣坐咗落去。結果到尋日朝頭早11:19就發生胡錦濤事件。咁件事又係點嘅呢？我哋睇好多嘅鏡頭，第一亦都要理清翻個時間點。點為之用完即棄？因為事實上喺10:11咁就開始投票，咁全票通過。去到11:12嘅時候，咁就公布結果，胡錦濤係投贊成票，零票反對。咁你就睇到並唔係話要架走胡錦濤，或者對佢有任何嘅反對，因為喺呢度已經睇到胡錦濤係已經全面妥協，同埋已經係支持習近平㗎啦。但係事隔幾分鐘，跟住佢就俾人請走，其實唔係架走，係請走。請走佢嘅係乜嘢？亦都唔係普通保安。这个就是真真正正发生的事。在这里你会见到几个镜头。第一个镜头就是胡錦濤被人家劝他起身，跟着律战书就跟他执台面，将他的文件交给他，跟着他执一份文件好像不知所措的时候，跟着律战书起身想话做更加多嘅动作或者帮下佢手，结果王沪宁喺隔篱掹佢嘅衫尾，即系佢件西装，叫佢坐翻低。跟住佢左望右望，唔知点样做，跟住被请离场。当离场嘅时候，佢停顿咗喺习近平后边，佢用只手轻轻碰一碰习主席，而习主席嘅反应系回头望一望都冇。跟住佢再过少少，佢拍一拍李克强，跟住行出去，再冇人对佢有反应。点解律战书有呢个咁嘅动作？因为律战书曾经系胡锦涛嘅旧部，所以见到一个老领导佢起身要离场嘅时候，佢想帮下忙，结果王沪宁点解会拉佢嘅衫尾？呢个好显而易见，就系话你唔好搞咯，引得习主席嘅唔中意不快。跟住佢去到习近平嗰度停一停，然后揾只手去碰一碰佢嘅膊头。呢、这、一个画面大家睇到，但系习近平系连回头望一望佢都冇。跟住见到胡锦涛讲咗句说话，好似欲言又止咁，跟住见到习主席，连回头呢个动作都冇，跟住去到李克强，跟住
佢拍一拍李克強嘅膊頭嘅時候，李克強亦都毫無反應。呢件事睇到，即係話開會嘅時候仲需要你投贊成票，所以對你非常之恭謹恭敬。但係當所有嘅會議已經結束啦，所有嘅議程走完啦，跟住連票都投完啦，咁樣習近平即係話你再冇任何可以幫到忙嘅事，咁樣就請你出去。唔係身體狀況，亦都唔係咩。如果係身體狀況嘅，咁我相信大家都會起身。但係呢個擺到明就係習主席佢要話俾大家聽，佢就係唯一，佢就係而家整個中國共產黨嘅領導。喺佢之前再冇任何嘅阻力，佢已經係統一江山。咁點解喺呢個時間嘅節點做呢啲事？亦都好簡單，之前各樣嘢閉門會議到開放記者入嚟嘅時候先做呢個操作，係特登話俾全世界嘅人聽，胡錦濤係過去式，係唔需要對佢做任何嘅嘢。而家就係天朝大國唯一嘅領導人就係習主席，呢樣嘢係直接對，唔好講羞辱啦，國安法，咁大家明嘅，咁我只能夠話對佢嘅大不敬。一個扶植你上位嘅人，亦都有恩於習近平嘅人，就係咁樣黯然咁落幕。咁下晝嘅會議再有冇翻嚟啊？冇，胡錦濤再冇出現喺人嘅視線底下，而更重要嘅就係李克強。你見到李克強佢拍佢膊頭嘅時候，佢直頭係唔喐，目無表情，即係大勢以後你以去你拍我都冇用，我只能夠選擇裸退，江湖再見。呢、這個就係我尋日睇到嘅嘢，亦都係我自己嘅判斷。即係習主席需要你嘅時候，你就係上賓；唔需要你嘅時候，咁樣係即時就即刻揾人請你出去，仲係要當眾咁樣做。面子只有習近平先至最重要，其他人你嘅榮辱喺佢眼中都唔係。咁樣我相信有更加多嘅團派、江派或者一啲財金官員都會陸續離開。佢哋離開，無論係你自愿或者非自愿，更加多嘅老闆佢哋會離開，因為當權力再冇制衡嘅時候，冇人知道會有咩事發生。呢、這個就係而家中國嘅狀況。節目做到呢度，今日會有兩三條片講尋日，跟住等緊12點公佈7常委。拜拜。